回来。有钱赔给你，怕什么？看钱不得呀！干什么？这不能，这是我的徒弟，还要经过我同意。你人都是政府的，还你不是政府的，我人是政府的。四根的就必须四根吧，还是不能上的少一根不？那至少已经发现三四处了。拿到钱没有？来了，还没有，还没有啊！1200块钱，多大的本事你？我挖到洞都没有，花了几个月没挖。这个骨头我砍断了呢。我没有，没得钱，没得钱。也不听我的，我也不听你的，我不听下面领导的好不好？走人！哎，慢点！那我也是，我不知道你是个大户。欢迎大家的到来。是的，这个叙淮高速公路呢，是湖南省规划的六纵九横三环高速。